出发快到了，你没有什么想法、啊？没什么想法、欸，就觉得每天练舞越练越烦，我不想练舞。对啊，烦死了！陈安门就算了，今天数学还不及格，被老师约谈，莫名其妙。要不是练舞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更不会那么惨。唉，反正又不是只有你。今天我在学校还被同学笑说什么，每天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，然后把自己弄得那么累。干，我最可怜吧？我爸昨天竟然找一个 gay 当继母 ，gay 重点是 gay， 这样就算了。他们竟然昨天摔音箱，说明天太晚回家，不准上惩罚哎。Get the